来了，快点，快点上，快推上，快推上，快推上！哎呀，嗯，哎呀，吃啥呀，姐？今天你先。哎呀妈呀，打工纯套餐呢，这是。哎，我筷子，姐。嗯。哎呀妈呀！老南今天不太正常。吃饭了，老南。马上啊。好像疯人院跑出来的。你咋都给我倒了，姐？没事，就捡给你留着的啊。嗯嗯，那真香呀。嗯，老姐又藏了好吃的。何必藏塔，闲齿为快。透过搭着蹄子真虚响，降临落地一个大萝卜。爹，哎，快吃饭。我吃面。你吃面啊？哎，你吃这？你咋不吃面呢？你快吃。满脑子都是搭着蹄子吧。你吃肉不？我的。那要抹香给你吃啊。Mm-hmm.
还吃不停呢，有人赶紧端走。你们拿去了啊。这嘴呢？他的萝卜露出嘴了。哎，要你平时吃饭和我抢，我看你这回还抢不抢？老弟，过来吃饭。哎姐，你看我吃谁了？哎，吃饭吧，吃饭吧。先尝这个。你不是不能吃辣吗？配饺子什么辣不辣？看我吃饱，分面了，你想独享拉杆位的酱子吗？包子起来，姐，快尝尝咋样？好，臭的好吃。锅里还有个菜呢啊，你等着啊。好，走了。老弟的手艺越来越好了。太香了，一个不小心就吃没了。有人。嗯，楠楠，啊，什么事儿？啊，没事姐，这菜好了，你再吃点吧。别喂了，吃饱了，吃撑了。对不住了，老弟，下次姐一定给你留点。来，姐，热干面。嗯。他咋还不来吃呢？应该是不饿，热干面头了可就不好吃了。啊，我这不刚做好吗？谁让你吃这么快的？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哇哇，不快，被吓好极了。对待毛病多的孩子怎么弄？开饭了，过来吃饭吧。你舔啥呢？搁这咋的了？你舔完别人咋吃啊？那我脸上不他们都是这么舔的吗？对待这种人就得来点阴的，不然他记不住。
瞅瞅这熊样嘚瑟的。哎，我就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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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的妈呀，再不舔，辣死我了。老弟，我给你煮个汤圆，里面还加了红枣。啊，我先给你尝一个烫不烫啊。嗯，这是花生馅的，吃。嗯，太软。黑芝麻馅儿的。不是不是，咱冰箱有，一会儿你要吃自己去煮啊。再吃你就变成汤圆了，还是交给我吧。